有彩虹告诉我，方躺在床上行动不便的长者刷牙，怕老人家害怕，牙医还高歌一曲分散注意力。慈济北区仁医会来到金门松柏园关怀长者牙齿健康。刚看到的问题就是说，口腔卫生很差，然后牙结石、牙菌斑很多，就会刚好 cue 有这个胡田可以跟了。很多长辈平常是不爱看医生的，但是今天因为医师的就是医师的耐心啦，所以就让长辈也都很愿意、很开心的看完今天的诊。真欢喜，大概真欢喜啊。离岛医疗资源缺乏，两天义诊，列屿乡的乡亲也把握机会。照了超音波，发现了肝肿瘤啊，所以我到台湾去割掉，现在已经好了，来追踪检查。多年前义诊时发现肝肿瘤的金门乡亲洪金龙，这次又发现肾脏跟胆囊有问题。就是尽量注意，就是说要追踪，要多喝水，不能憋尿。多年往诊关怀，堆叠如家人般情感，叮咛乡亲照顾自己身体，下次一定要更健康。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金门报道。